2023年国际乒联德班世乒赛继续进行，三个比赛日过后，国乒依旧保持全胜，在男女单打、男女双打以及混合双打比赛中均高奏凯歌。与国乒球员的强势表现相比，一些外协会的知名球员则是纷纷被淘汰出局。在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有三位世界冠军惨遭淘汰。瑞典世界冠军、本届世乒赛男单种子选手法尔克首轮比赛爆冷不敌中国香港选手林兆恒。紧接着，本届世乒赛日本男乒唯一一名世界冠军吉村真晴也在第二轮比赛中不敌国乒球员梁靖昆。而女乒世界冠军倪夏莲则是三线溃败，她不仅在混双和女双比赛中惨遭淘汰之外，在备受期待的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也3-4不敌德国名将单雄娜后惨遭淘汰。而在双打比赛中爆出大冷门，女双三号种子倪夏莲德努特和混双三号种子莱贝松袁佳楠第二轮比赛双双爆冷被淘汰。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卢森堡选手倪夏莲迎战德国名将单晓娜。倪夏莲早在上个世纪就随国乒获得世乒赛女团冠军，已经花甲之年的她不可思议继续在赛场上拼搏。第二轮比赛她对阵同为华裔名将单晓娜，后者的年龄也不小了。如果说倪夏莲是奶奶级选手，那么单晓娜也是妈妈级选手，此番两人交手格外引人注目。第一局比赛，倪夏莲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11-9逆转击败，士气大振的单晓娜随后打得很顽强，虽然场面并不占优，但她还是11-6、12-10再赢两局，大比分3-0领先。大比分落后的倪夏莲随后突然爆发，她以11-4、11-9、11-7连赢3局，顽强把比分追至3-3平。决胜局比赛，单晓娜拒绝被逆转，她以11-7胜出，总比分4-3战胜倪夏莲，强势晋级下一轮。倪夏莲也成为继法尔克、吉村真晴之后第三位被淘汰出局的世界冠军。如果说倪夏莲在女单比赛中被单晓娜击败并不算是冷门的话，那倪夏莲在女双赛场上被淘汰出局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冷门。倪夏莲本次比赛身兼三职，她搭档德努特参加女双角逐。由于上届世乒赛倪夏莲德努特获得季军，本届世乒赛倪夏莲德努特被列为女双三号种子，女双也是倪夏莲最有可能获得好成绩的项目。第二轮比赛，他们对手是中国香港选手李浩晴、吴永黎，后者配对时间不长，综合实力不如倪夏莲德努特。不过本场比赛中国香港组合发挥非常出色，第一局比赛双方争夺激烈，双方比分一直咬得很紧，李浩晴、吴永林局末把握住关键分，以12-10先胜，一局先声夺人。第二局比赛倪夏莲德努特不甘示弱，随即以11-6扳回一局，被追平比分后，中国香港组合没有自乱阵脚，他们越战越勇，以11-6、11-8连赢三局，总比分3-1爆冷击败三号种子倪夏莲德努特，强势晋级女双16强。女双三号种子爆冷被淘汰，混双三号种子莱贝松袁佳楠同样爆冷输球。奥运会四强莱贝松袁佳楠配对时间很长，两人配合默契，具备了相当强实力。不过本届世乒赛两人状态并不好，首轮比赛他们就险些阴沟翻船，他们在0-2落后时连赢三局，以3-2逆转击败弗朗西斯卡单晓娜，有惊无险晋级第二轮。第二轮比赛莱贝松袁佳楠的对手是队友西蒙高斯帕瓦德，后者在大赛中并没有太好的表现，不过即便如此，三号种子莱贝松袁佳楠还是爆冷被淘汰。第一局比赛双方前半程争夺激烈，两组合你来我往，战至8-0，西蒙高斯帕瓦德连得三分，以11-8先拔头筹。第二局比赛莱贝松袁佳楠及时调整状态，他们牢牢占据主动，并以11-9扳回一城。第三局比赛莱贝松袁佳楠再接再厉，以11-5胜出，再赢一局，大比分2-1反超。第四局比赛莱贝松袁佳楠浪费赛点，被对手12-10击败。决胜局比赛三号种子莱贝松袁佳楠4-1领先时突然哑火，西蒙高斯帕瓦德抓住机会轰出一波得分高潮后，以11-8胜出，总比分3-2暴露逆转击败三号种子莱贝松袁佳楠，强势晋级下一轮。